众男神来加持露露的首场个人秀 Beast Life 可是让露露好风光，跟成功开始迈向最强肌肉女星的道路。只是男神们表情怎么都好像有点歪呀、啊？什么什么合体？合体大爱什么爱大体什么？不是念反了。等下菜没有你脸不要那么苦好吗？他没有笑。一，严爵的手在发抖。哎，猴年吉祥。谁壁咚的时候，壁咚讲猴年吉祥？壁咚哪会讲猴年吉祥啊？祝你找到猴的情人。什么？你已经找到猴的情人？祝你猴的情人是什么意思？我就这样轻轻打扰你，对不起这快递。到底下一个上场的男神是哪位？又会和露露带来什么精彩的表演呢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。OK， 接下来露露呢，今天要跟大家合作这一位男星也是很 special 的哦。special 里面的人要够 special 哦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去主持啊。先，好，欢迎陈翔。哎呦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接下来露露要合作这一位呢，其实他长期也还蛮喜欢露露的、嗯。来看一下他们的合作有没有那种爱的感觉。远门放松，哎呦，阳光照绿地，海洋配 beach， 哎丢，没错，安排个时间给自己出秀，没空都是借口，黑东西给讲，卡哇棒嘎，我的这回伤一下，我那棒嘎出比给别人的 ，Oh my god， 卡哇棒嘎，我话嘎会多，这个周末请你帮我排个假，哎塞吗？摇摆的早在金色的沙滩上。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丢弃无声。我摇摆的走在金色的沙滩上，金色的沙滩上，金色的沙滩上。我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。绿色的仙人掌，绿色的仙人掌，是刮痧后地上刚在你床下面，我无啥做，白天大声走落去，我无饮酒 party， 我拢饮遐一嘴，好在好饮一嘴干，搁袂解胃。爽，我爽，我六根拢顺动，只要我放，把我话着使乌白讲。我爽，我爽，拍动手不停都用，放假就是有爽，做伙啊。沙滩上，金色的沙滩上，我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，绿色的仙人掌，绿色的仙人掌，上上，明仔载嘛上，来看到海景心情就会水当当，跟我做伙上，跟我做伙上，我若有好康，叫你来批判，今仔日嘛上，明仔载嘛上，看到海景心情就会水当当，跟我做伙上。强装不熟，是我不要手，还
是不温柔，他们动态你 follow， 哈一堆借口，你靠近时候却没办法说 no。 我叫你放弃那个女孩，我的心别摇摆，女孩，我叫你放弃那个女孩，女孩，坏男孩给我乖。爱改天不是辛苦，真实自己就很幸福，男人只靠嘴上功夫，能当女王何必公主。男孩是动物太自负，快点醒醒吧，爱是保护要保护，快点想办法，爱太快速不靠谱，还不快长大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如果爱你大，不要把所有大事搞得那么复杂。我要你放弃那个女孩，爱爱爱女孩，爱爱爱，我叫你放弃那个女孩，爱爱爱女孩，爱爱爱。谁说爱是非你不爱，宝贝别这样说我活该，爱不是个叫你放弃那个女孩，对自己最疼爱女孩，我叫你放弃那个女孩，女孩，坏男孩快闪开。两首就是那个时下年轻人最流行的两首歌，九四五三百九幺幺，因为原曲是比较嘻哈，比较重节奏一点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做了不一样的改编。然后第二首就是也不晓得是什么歌，你们的主打歌这么说呢？对，蛮好玩的啦。那个 Funky 那个女孩，因为节奏比较重，然后比较快，比较清楚，然后所以做不插电版本的时候就可以弄比较抒情一点，好玩。对。然后因为下一首歌呢是也是我开给四零的歌单，这首歌是我原本就很喜欢，这个就是黄玠的歌，然后他的演唱会我有去听，然后我自己之前办音乐会的时候我也有唱他的歌，对，然后这首歌就是黄玠跟蛋堡一起合唱，叫做放个假。听看装大领带，提着 notebook 已经下班八个钟头。思念千百台北，以为是个冒险，可是每天的生活一直重播，怎么都没有冒险的感觉。如果把他的生活快转，只见他不断移动，一路上都会经过一间国小，一间加油站，一间中医诊所，一次黄金，两次吉娃娃，偶尔会认识两个明星，或重返一杯咖啡，追赶跑跳，仓促的有点好笑，仿佛被领带绑着往前一直拉，即使他仔细检查东西，还是一直忘了，诶，是忘了还是掉了，还是忘了还是掉了嘞？就怎么在工作里跑着跑着，停在门台行车记录器里，成为摔倒的偶尔暂停，就吃饱了继续前往下一关，到傍晚慢慢慢下了才能再思考了，问他最近怎样，回答还是就那样啊，反正他出社会也没法再拿出这堆做新人下，然后这堆我想终止回家。
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，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。Yeah， 又过了一个路口，又过了一个路口，又过了一个圆环，又过了一个圆环，又过了一座高架桥，又过了一座高架桥，又过了一处地下道，又过了一处地下道。又过了一天，然后又过了每天，同样的地点，每分每秒都跨度以前，划破的突发状况渐渐变成了历练。他已经习惯遇到镜子就练习笑脸，走出洗手间他首先打开超量湿纸巾。在生活中这块脸快是快乐的事情，听着旁边问讲说要换才 wish 比较有希望，在这间超商他们快速刻着便章啊，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一场约会吧，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这个巴巴拉巴，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，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，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，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这个巴巴拉巴，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，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，又过了一个路口，又过了一个圆环，又过了一个圆环，又过了一座高架桥，又过了一座高架桥，又过了一处地下道，又过了一处地下道，又过了一个路口，换你们换你们讲，又过了一个圆环，又过了一座高架桥，又过了一座高架桥，又过了一处地下道，又过了一处地下道，又过了一个路口，又过了一个路口，又过了一个圆环，没有啊，因为这首歌它其实没有 ending。没有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们刚刚才有你打断我们的表演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其实没有很想打断你们，因为你们两个，我跟你讲，我讲真的，露露从今天从第一首歌唱到现在，我觉得你是跟他最合的一个歌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东西？就你们两个真的有爱的感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种感觉呢？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因为我就跟你讲，我是演员啊。没有没有，你们俩真的，你们真的有搭，真的有搭。难道这样我没被发现有一腿啊？干什么东西？你有没有问过我？先问过我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今天要先谢谢世林，你还特别带来我们的这些乐手老师。对对，要先谢谢他们，非常辛苦。先，因为这次其实因为这个机会啦，其实也有跟世林之外，也跟另外三个这样子，四个男生跟你合作。你们哪一个合作起来压力比较大？我跟世林应该是最放松的，因为反正他一直在盯我的进度。他说：“欸，我去找你啊，或者他还特地来大热门找我，然后还对 key 什么的这样。”那世林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应该最紧张应该是跟严爵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是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个很完美的人，因为他就是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王子的形象，感觉就是在很远的地方哦，就觉得我们是小仆人，然后他是很远的王子，就是你像下对上朝拜。对对对。可是我讲真的，因为世林平常在大嘴巴里面肯定是比较 rapper 的人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唱歌也是蛮好听的。对，就是对。后来才发现他可以唱。什么歌？对，你把那这么多张我的破里面唱，你看这么多，跟你一个跟你那个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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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各司其职啦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很谢谢露露啦，这次干嘛谢谢我？这次可以这样玩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所以听到这里，然后又要问一下露巴露巴，我也要这一趴、喔，也一样都来了，对不对？按照 SOP， 再见蔡明佑跟志玲，如果三个掉到海里的话，你只能救一个当女婿，你会救谁？这是什么烂问题？露露肌肉男星计划正式启动，只是这计划怎么让志玲脸都歪了？知道了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好荒谬的节目，你们下段回来，你千万不能错过。